人生本为人，久而裂变，或者失脑自残，或者肢体错置，妖怪受畜，肆虐人间。韦正寿自认伟大光明正确，矮如侏儒，眼高于头，一有风吹草动就惊吓攻击。金印腰看似金色石碑，其实只是空壳，穿着华丽，坐在蚂蚁台的轿子上拉人朝拜。反朝椅为金印腰抬轿，四只手臂为主征伐劫掠，劳动不休，清朝上贡。你遇过怪物吗？还是你也已经变成怪物？人间怪物志，宪政更新中。